我好像在照镜子。富贵爱我了，你还跟我共享荣华富贵。长乐奉命于代王，不提嬴政受禁，不能回朝。嬴政再见到的还是夏玉房，而不是长乐公主。为什么这样？消除他的前因，他就可以听从你的指挥了。每隔三天要扎一次，否则他会渐渐恢复记忆。如不能杀嬴政，必以此道自裁谢罪。